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友廷，很高兴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这张专辑拿下了2020 Hit FM 的年度十大专辑。等等。好，这张专辑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关于认同感的追求，那它也是我人生中的首张专辑。然后其实出道至今已经蛮久了，那好不容易终于挤出一张专辑，然后这里面在讲的是一些很诚实的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小故事。假如你因为这个实在太快想要放慢步调的话，就是可以听看这张专辑，里面有非常多可以找回那些你失去的东西。然后这张专辑除了就是有丰富的音乐元素，找了非常多音乐制作人和音乐人参与之外呢，也会有很多从没看过的友廷，讲自己有听就怪怪的，就是会有一些 rap 啊，或者是一些很重节奏、很 crazy、很疯狂浓郁的东西。那这些全部的我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。最后也祝 Hit FM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拜拜。